然后进去那个有个楼。今天的位置租金几千块钱可以，但是五年的租金。要你找不见公交站。我带你。
完美的。除非你明天能来。啊，我明天穿卫衣。你明天穿什么？明天冷吗？你穿什么？穿制服。不知道，制服。穿背心。
十点十八下一个女士的味道。KTV 吗？